近日，有网友晒出一段陈建斌和廖凡逛街的视频。视频中，这两位影帝毫无架子，穿着过于朴素，胡子拉碴。廖凡穿着长袖运动服和短裤，在店里四处张望。我来踢馆吧，谁先？陈建斌把双手背在后面，这步伐像极了在公园遛弯的老大爷。难怪店员还有其他顾客都没认出来他俩。大王叫我来巡山呐，一二幺，一二一二幺。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。事后店员在监控录像中才发现，原来皇上前来微服私访过。对此有网友称，这比那些一出门就跟着乌泱泱一大片保镖的明星好太多。还有人说，明星如果不化妆不做造型，站在人群中还真不太好认出来。那么大家是更希望明星时时刻刻在大众面前都保持光鲜的形象，还是像他俩这样平时更接地气一点呢？